最後啦，我哋跟住講完 A C G， 我哋講 G 啦，遊戲改編嘅動畫。咁第一套行頭嘅第一套咧就係、是。第一套行圖嘅就係、是、Devil Survivor 嘅 Yes 二，但係好多人有誤嘅，佢就算甚至係連原原作群喺第二集裏面都特登話翻俾聽眾咧，依、這個唔係第二輯，依個係第二輯嘅故事，我哋係攞第二輯嘅故事做呢個骨幹。我知 P 4 o 啫嘛，唔係都係第四輯啊，大佬一樣啫。因為佢。之前你未做過，因為之前你話personal 系列嘅，之前曾經有做過personal one、personal 外傳同埋 personal three， 咁啲人會 get 到個意思，同埋隻 game 本身你話個歷史比較悠長，大部分人都會 get 到呢個嘅動呢、這個係第幾輯，每一個系列都係一個新嘅故事，但係呢個直接出二嘅話，啲人驚有一個 confuse 喺裏邊，即係會唔會話有上一季係 D？D.S. 一咁樣係啦，咁啊當然呢套都會係呢、這個岸城義嘅作品啦，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即係女神異聞錄嗰間公司嘅另一個係 D 喺呢個D.S. 系列嘅作品嚟嘅。咁啊呢個佢用咗第二集，因為第我都明白點解佢唔用第一集嘅，因為第一集本身講個故事個架構比較細，同埋人物嗰方面咧講嘅嘢會可能弱比較弱少少，但我覺得其實都未必話佢唔去到做唔到動畫嘅、不過即當然佢最終冇辦法去揀第二季，即揀出嚟，佢揀咗第二季，咁我哋當然去第二季去講啦。有啲獨立嚟睇，因為本身佢都關係唔算大，可以獨立個故事嚟睇咯。咁嗱，個故事裏面就首先就係講就係男主角啦，九井良希啦，即都係嘅。其實咧，所有呢、這個女神系即呢個系列，佢哋依間公司系列嘅作品咧，大部分佢通常都俾你改男主角個名嘅、所以佢每次咧動畫化之後咧，首先第一樣嘢讀者或者係玩家會留意一樣嘢就係咧，究竟個主角會改咗個咩名？揾神谷改名咪得咯，佢做玩嘢佢工程。咁主角就叫九世響希啦。總之唔好改自己個名得噶啦。咁就首先就係、是、首先個主角其實咧都首先佢係一個非常之喺學業方面同埋運動方面啦，都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有天分啦，應該話有天分嘅人啦，學生啦。咁身邊有一個選友、好朋友啦，智老大地啦。咁然後跟住其實佢哋喺個故事裏面就流行一個叫做死硬動畫嘅程式。死硬大下手機。其實呢、這個程式呢，其實呢你我先唔好講遊戲，因為遊戲我費事講啦，會劇透嘅有啲嘢就死一，你好清楚就話我登錄咗你死人動畫，咁其實呢依、這個程式只能夠會睇到一段動畫，就係、是、你死咗嗰段動畫。所以呢個程式其實只係得一段動畫，唔係係登錄咗你嘅好朋友就可以。總之你會睇到你嘅好朋友，即係你登錄咗，你成為咗你好朋友，當嗰位好朋友就係會死啦，佢就會 send 一段就係佢死嘅片段俾你。我唔知道有冇 Blu-ray 版啦嚇呢樣嘢。唔係啊，你付塊 VIP 咪有咯？可能係要俾住你要啊，咁佢就就會 send 嗰段片，就俾你見到你嗰個 friend 死前究竟發生咗咩事。唔係喎，好似死後同埋唔係佢最緊要嘅嘢，叫得做死人動畫，佢當然最後一定係 shortcut 你死咗嗰個樣啦，大鬥添啦。即係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噶嘛。咁當其時就係話佢裝咗呢個程式之後，雙方都同時收到大家嘅死人動畫。系，即系嗰个其实几灰嘅。我绝对系怀疑装咗之后咧，唔系你唔装咧，你个 friend 系唔会死嘅。装咗先，装咗你个 friend 就会死。嗱呢个唔讲住呢个死硬动画呢一样嘢就唔讲住呢样嘢就，但最后个结果就系、响希同埋智老大地啦，两个就双双咁样就挂咗茶。啱咯，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嘛，几好啊，好朋友啊呢啲真系。咁然后跟住就个程式就问佢哋想唔想？再獲得一次生存嘅權利啦，咁跟住就即係搭撈嘅話，當然係繼續死咗佢啦。呢樣嘢就搭撈呢個故事就玩完㗎啦。我先就想問有冇玩過遊戲，我想問嘅。咁你講，你講先。嗱，撳 yes 就可以復活，跟住召喚惡魔啦。係咪撳撈就真係死咗，跟住冇機會暴走啊？其實撈其實會暴走嘅，佢有講少少講過話撈嘅話，其實某部分係會暴走嘅，但係唔係話全部，唔係話全部，但係佢係應該咁講啦。裝咗死硬手機嘅人都有就會某啲會衍生成呢啲嘢。但問題佢唔正常，我咧正常嚟講梗係咁 yes 嘅喎，唔會咁 low 嘅喎。或者你對你嘅生存
我已經完全冇任何眷戀。係囉，或者你欠下唔知幾多百萬嘅債，話我死咗算數吧啦。好多機會我見到啲人係咁報咗報咗再報咗，跟住咁多人咁欠薪啊。唔係，你有啲唔係個個都裝咗呢個程式㗎嘛。咁我好奇啫，呢就咁當然其實除咗你話佢啊兩位主角啦，咁仲有阿新田啦，即係其中 一位女角啦，佢、都係裝咗呢個死人動畫程式，咁撳咗 yes 冇死過嘅。咁最終就係話，其實呢個程式就會係得到一個其實唔係召喚惡魔嘅能力，唔係應該話將你復活咗先，將你復活咧，跟住喺你肯強制性地。因喺呢個 app 度咧加個惡魔嗰啲樣嘢，召喚惡魔程式，即係其實因為佢嗰個程式嗰個界面咧，其實就好似 game 嗰個界面嘅，其實就、不過 anyway 唔緊要啦呢樣。總之你復活咗得到一種能力啦。咁當然你話開頭就終於就出現咗惡魔呢個嘅敵人啦。其實大地真係好灰啊！我冇記憶，即係我覺得咧，佢如果以佢嘅設定嚟講，大地去到最後應該都係拎埋啲咧唔生唔死嘅惡魔嚟嘅。而家係咪未講啊？大地嗰、那個大地嗰、那個大地而家有三隻惡魔，但係三隻都係冇用嘅。唯一歷來真女神之裏面都有隻好文系嘅雪精靈噶嘛，啱咯，做吉祥物咯，佢可以做。咁啊，森田攞到嗰個惡魔就係邪鬼啦，咁當然有啲戰鬥力啦，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呢個故事係一個二周目嘅故事。又有二周目？唔係。因為本身呢其實呢間公司做嘅系列裏面呢通常都係呢一周目嘅故事佢係好多謎題都唔會解嘅、所以如果佢要完整去 present 呢個故事呢佢一定係要用二周目出發嘅而佢俾二周目即係按成二一向嘅作風呢都會係做咁樣嘅佢將一隻唔應該係一周目存在嘅怪物將佢成為主角嘅能力係喎、我見到啲人打資料呢主要係佢唔同惡魔出現㗎嘛呢隻 level 五，呢隻 level 十，跟住佢哋主角話呢隻白虎 level 99，唔係嚇咩事啊？咁高咁樣嘅嗱，如果咧我依個講少少咧，唔涉及劇透嘅，一周目裏面咧，大概嘅怪獸最去到最終大佬啦，等級嚟講都係卅幾嘅啫，而主角白虎神獸嘅 level 係 level 44。入即係佢係二周目，佢係二周目嘅等級 level 嚟嘅，所以我哋從而睇到就係話呢個故事開展嗰樣嘢，其實用一個二周目。嘅形式開始，咁之後佢會講曬好多唔同嘅伏線出嚟㗎啦。呢個會係一個重點。咁當然你話開頭，不過我覺得你話佢動畫裏面有個處理做得好嘅，因為本身遊戲裏面咧，其實佢將嗰個災難嗰個感覺咧、可能因為始終太流於就話文字化去講話，哦呢、這個地區已經荒廢咗啊咁樣嗰啲嘢，表現出嚟唔係咁好。但意思係 game 裏面係、但係動畫裏面就好似話無論。突然之間有隻惡魔出現，將成個地區嗰啲人屠殺曬，嗰、那個畫面做出嚟嗰個災難感係我覺得貧血啊，裂開兩半啊，俾人炸爆炸死啊咁樣。嗰啲我覺得有佢又真係有啲誠意喎、我覺得佢又真係即係唔會話就咁樣話一劈，然後跟住成個散開又算數喎。即係有啲割開，有啲爆開，有啲又唔知點樣嗰啲。或者你睇睇咧怪屬性嘅，即係啲怪斬擊嘅咪斬咗兩半咯，有啲好似爆炸屬性咪炸開你咯，咁你冇咁你睇只怪屬性啊嘛。咁最終就係啊，佢哋三位主角就去咗呢、這個地下組織裏面啦，啊 Gips 啦呢個組織裏面啦，就係話哦呢個組織其實就係、日本好多呢啲咁嘅組織，佢哋成日都搞到我覺得就係話，我哋係呢個隱密嘅組織嚟嘅，咁我哋就係為咗呢個守護呢、這個日本嘅靈氣嘅結界而存在嘅，咁、所以就話我哋係唔會，所以佢哋講嘢就話我哋係唔會救一般人嘅，即、就是、一般人死咧就唔關我哋事嘅。咁佢哋出嚟做咩啫？佢哋都係鋪頭喎，即係譬如話喺警察調查嗰樣嘢，佢直情係搵啲人封咗現場咁樣㗎嘛。佢哋係搵同惡魔相關嘅嘢，救人嗰啲工作佢哋唔關佢哋事嘅其實。咁你就唔好阻住警察去啦。咁佢哋優先啦嘛，佢哋覺得犧牲，即係其實嗰個角度就係犧牲少少，但係可以救到得大盤人喎。佢而家個理念係。咁當然你話阿 Chips 嘅局長啦，阿、大和啦。即又係好嗰類型長髮懶型嗰種咁嘅角色，又好似話我知道曬所有嘢㗎啦，其實不過我唔話俾你聽啫嘛。啱啊，主角遊戲即係一個遊戲玩家見到個咁嘅司令，梗係講幾句，因為掟咗去打怪㗎啦，唔會同你講咁多嘢㗎。依個故事其實都幾似你話，如果你有睇 P4 嘅，可能用翻 P4 動畫版就係、是、你去調查一件事件，去點解佢會而家會發生，就係話惡魔會入侵呢個現實世界啊，同埋就係、是。點解阿響希佢哋係會擁有呢個召喚獸嘅召喚惡魔嘅能力？
其實我唔係嗱，佢開頭有講到佢調查過響起佢哋嘅手機啦，跟住話 check 唔到嘢，咁 OK 嘅，我明嘅。但問題之後咧，佢好似冇解釋到佢機關用咩程式去召喚咯，係又係攞手機出嚟，佢哋自己去製作咗另一種嘅召喚程式嘅。即係我覺得佢動畫又冇改。但而你話，我覺得第三集嗰樣嘢唔係講得幾好，講得太快嘅。好似就係阿大地佢去用拍賣呢個方式去攞得手模，其實呢個你喺遊戲裏面，我相信之後應該每個人都會用到，但係佢開頭呢個位就太草草咁喎，突然之間話佢拍賣咗，攞咗一個惡魔，好平咧，買趁低吸納就買多隻翻嚟。啊，咁唔知啊，大地買親啲惡魔都係杯具啊，不過算啦，即係當然遊戲版就你可以 control， 不過我估計佢喺故事裏面買親啲惡魔都係杯具噶啦。咁去到呢個，其實我覺得我反而欣賞第三第一樣嘢就係咧。一個將會死嘅角色，佢都 present 得好好。我真係完到佢死過，我冇玩遊戲啦，我唔知啦，真係。即係如果死嗰下，真係好突啊咯，會係。唔係，因為咁，因為開頭佢話要佢哋阿響希，佢哋四個人趕去救人先，跟住另外要唔知有八個人又係趕過嚟幫你手啦。跟住黑鏡就話：誒，冇事，嗰八個都冧曬檔啦。好老實講，我開頭預計係唔會死嘅，因為遊戲裏邊佢係唔會死嘅。你救到個遊戲咁樣啊嘛，但呢個做唔到啊，大佬。游戏里面佢系可以生存到第七日噶，但系点解一咗？如果星期一系啊，佢星期一佢就瓜柴。唔系先有冇影响噶？对后面主线，即系唔讲呢个唔讲得，呢个唔讲得，呢个唔讲得。但系你话个故事，但系佢虽然佢如果佢整到佢咁样死，我觉得你话，但系佢起码有铺排呢个角色，系几咁你可以话系口不对心啦。但系佢都会帮人，同埋佢系叫做咩咧？好现实主义佢系。即係總之有啲嘢咧，而家做到嘅嘢先去做。你一啲好虛無，好似話佢要去揾翻一個博，揾翻阿博士翻嚟嘅，一啲線索都冇，佢就唔去做呢樣嘢。咁喺短短你話大半集裏面，至少佢 present 到就係呢個角色，佢嘅性格出嚟。雖然最終佢死咗，不過你嗰個位其實我覺得嗰個位都做得好嘅。開頭以為救咗佢就冇事，點知原來其實佢死嗰個位唔係嗰個位。是另一個位去死，佢係。唔係，即係咁，佢哋改變到佢死嗰刻，但問題之後幾分鐘佢都要死嘅咯，冇佢變過呢個位。但係因為呢個位其實開頭俾咗個錯覺，你本身頭兩集就係、是、佢係可以救到大地㗎嘛。大地係。大地曾經都有一次就係佢復活咗之後再次出現死人動畫㗎嘛，但係嗰次佢係救咗阿大地㗎嘛，但係佢今次佢救唔到阿啟泰。所以呢度就做出嚟，佢開頭做咗個錯誤嘅引導俾你，以為。嗰、那個位救咗有咩？但其實你諗深一層就係、是其實係可以嘅呢樣嘢。不過你話佢嗰個位麻木咗，你以為救咗佢啦？咪啊，畫衰個角色之後咪可以慳啲錢咯？你唔知咩？所以你話整套嘢裏面畫風嗰份嗱戰鬥方面就其實都有翻女神異聞咯，本身嗰個毛病太過回合式，一人出一招，一人出一招，只怪冚一刀，對面又冚一刀。咁我明，當然大家都會明白呢只係一隻 RPG 遊戲啦。但係就我覺得就。始終我覺得女神異聞，即係無論女神異聞係或者惡魔生存者，而家呢一套裏面佢用嘅戰鬥，我覺得太唔連貫咧，做出嚟嗰個效果唔係咁好。呢個認真嘅。當然你話故事嘅，我相信劇力方面，大家就應該就都唔會差得去邊。呢、這個方面就真係佢有保證嘅，本身惡誠意去做呢類型嘅作品。嗯。咁啊，呢套啊，就睇佢劇情嘅啫。睇劇情啊。